大家好，我是二姐，现在已经立春了，立春后的韭菜会特别的鲜嫩好吃。本期视频用韭菜搭配一块豆腐来分享一道特色美食，营养美味，就连挑食的孩子也是抢着吃。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来和个面团，面盆中加入500克面粉，再加入一小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约50度左右的温水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。Whip up my appetite.